都市人長時間對電腦工作，通宵打機、捱夜 OT、玩手機，通通都好傷眼。眼睛仲長時間維持喺工作狀態，所以眼睛老化嘅速度比我哋想象中快。熱愛幕前工作嘅 Kirby， 為咗演好角色，經常日以繼夜咁咪劇本，眼用得多自然會出毛病。因為近視同散光嘅問題啦，平時翻工咧成日都要戴框嘅，咁一戴咧就戴足一日噶啦，淚水分泌唔夠啦，又成日因為隻眼好痕咧而走到捽眼喎，搞到隻眼又紅又乾又攰啊！再加上啦，一有時間就會拎部手機出嚟睇，啲藍光直射去眼睛嗰度啊，睇嘢開始蒙查查啦。我都試過咧去滴眼藥水，諗住令隻眼咧濕潤啲同埋止痕嘅，但係效果都唔係太明顯，所以都唔想長期滴。眼退化其實是講緊眼睛啦，開始出現眼乾、眼攰、眼蒙的症狀啦。而嘅成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嘅視網膜啦開始退化，特別是黃斑的部位。因為我哋眼睛的黃斑部啦係決定影像的顏色啦、形狀啦同埋清晰度嘅。咁有健康的黃斑部啦，我哋睇嘢就自然高清噶啦。咁有咩成分有助護眼噶？我會建議大家揀一些護眼產品的時候最好含有葉黃素和玉米黃素的成分，因為它們傳統以來就是保護我們眼睛黃斑部的成分。另外最近在日本有很多臨床研究證實補充黑加倫子所含有的勞丁類花青素，它更加可以改善到我們眼乾眼蒙，還可以抑制近視、調節夜視能力，還可以減低藍光對眼睛的傷害，延緩眼退化，咁就可以保護到我哋嘅黃斑部同埋視網膜噶啦。喺朋友介紹下咧，我開始接觸一款日本製造嘅護眼產品啦。我仲自己上網 search 啦，發現咧有好多臨床實證去 support 嘅，俾咗我好大信心。食咗一星期左右啦，配合埋足夠嘅休息，雙眼水潤咗，冇再又乾又紅啊！即使戴住框，全日好集中咁睇劇本同睇手機，對眼都冇咁容易攰。每日 keep 住食兩粒啊，食咗一個月左右咧，視力清晰咗好多，冇再眼朦朦啊，對住閃光燈咧都唔會再畏光啊！